心理学上认为，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的情绪。面对同一件事，同一个问题，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处理？习惯性强势思维的人接受现实，改变自己，而习惯性弱势思维的人只会陷入无谓的内耗。有人总结了潜藏于人性之中的六种弱势思维，是一个人陷入习惯性内耗的根源。希望大家借此唤醒自己积极而正面的生活。一、灾难型思维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一与他人意见不合，就觉得自己得罪了人，觉得自己会被孤立、被打压，越想越害怕。一看到孩子考试成绩不如意，就认定他未来没出息，整日思虑焦灼，担心他撑不起以后的生活。生活的一粒尘落在你心头，就成了一座山，稍微有风吹草动，就能在你心里掀起滔天巨浪。作家亚伦说，真正击垮人的从来不是事实，而是你头脑里的灾难化想法。那些稀松平常的事情本不会带来痛苦，自我放大、自我拉扯引发的内耗才是痛苦的根源。世间事没那么容易变好，也没那么容易变坏。平常心，平常待。当你把脑子里的灾难放大镜拿出来，内心才会宁静平和。二、比较型思维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反向落差。一个人越是对比，越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，就会越敏感挫败。作家马歇尔说，与人比较是一个人悲惨生活的开始。看见亲戚挣钱比自己多，就心里发急，不断给自己施压，知道别家孩子成绩比自家孩子好，就满面愁容，心意烦乱。听说以前不如自己的同学，如今混得风生水起，就陷入深深的挫败感。结果就是你没有改变任何现状，却已将自己搞得心神不宁，生活一塌糊涂。作家水木然说，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够正确给自己定位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和别人比来比去。对比不会有结果，把目光专注于自身才是转机。与其羡慕别人拥有，不如凡事向内求索，看清自己的实力，明确自己的目标，不断用行动提升自己，你才会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。三、凹凸镜思维。一个白板上有一个黑点，其余都是白色，这时候你会看到什么？是黑点还是巨大的白色部分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看到前者，就像每个人身上的小缺陷，它只占一个人的很小部分，但它总能轻易挑起你的全部注意，甚至让你灰心丧气。你性格很好，但因相貌平平，总觉得没人会与自己交往，于是一度陷入自卑。你思维敏捷，但因做事容易三分钟热度，就一味否定自己，认定自己难成大事。人为什么会感到痛苦？就是因为过度放大了自己的不足，而忽略了自身的优势。白璧微瑕，人无完人。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陷，有所短也有所长，有所光亮也有所灰暗。别对自己的闪光视而不见，也别对自己的缺陷耿耿于怀。当你真正的看清自己，悦纳自己，才能走出自我贬低的怪圈。四、靶子型思维。偶然看到过这样一幅漫画，小辉去做心理咨询，咨询过程中，咨询师发现小辉是典型的靶子型人格。什么是靶子型人格？就是常把不属于自己的错误归结于自己。丈夫照看儿子的过程中，孩子无意摔倒，他责备自己怎么不亲自看着，同事挨领导的骂，他埋怨自己当初怎么不伸手帮一把，明明毫无根据，却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罪过，明明事不关己，却还是在内心扛下责任，任凭自责吞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，过度负责就是越界，承担太多就是透支自己。我们不是上帝，无需要拯救所有人，更不必以此来自我批判。做自己该做的事，
担自己该担的责。管好自己，少度他人。于人是一种尊重，于己则是一种慈悲。五，反刍行思维。现代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反刍思维，指的是对所烦恼的问题进行反复咀嚼，反复思考。人一旦陷入这种思维，就会深陷负面情绪的泥淖。比如工作汇报已经过去一周，你还在不断懊恼，为什么当时不提前准备，不讲得更有逻辑些，领导当时的表情是不是对我很不满。比如上班路上忘了和同事打招呼，你回到家还不停琢磨对方的态度，他是不是不高兴，是不是在生我气，为什么到公司后一直无视我。别人的每个眼神你都仔细回味，别人的每个表情你都反复探究，那么这些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在你脑海中持续发酵，让你精疲力竭。漫画家吉米说，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，纠缠久了你会烦，会痛，会厌，会累，会伤神，会心碎。反刍只会耗干你的精力，内耗只会瓦解你的信念。凡事不挂心头，才不会形容枯槁。心中少些思虑，才能活得轻松。正如冯唐所说，我不多想了，就幸福了。换言之，幸福就是不多想。六，设限行思维。美国一家报社里有一位小记者琼斯。一天，上司派他约访大法官布兰德斯，琼斯大吃一惊，连忙拒绝。不行不行，他根本就不认识我。在他看来，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，经验浅，又毫无身份地位，别人根本不可能理他。琼斯一脸失落对上司说，或许可以把机会让给更有能力的人，我还是算了吧。上司瞥了一眼，拿起电话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琼斯惶恐地说，你好，我是明星报的记者琼斯，我奉命采访布兰德斯法官，不知道他今天能否接见我几分钟。琼斯心想，他不会答应的，我的能力还不能采访他。这时电话那头传出声音，1:15，请准时。先前所有的担忧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生活中不乏像琼斯这样的人，准备写一篇文章，还没开写就担心数据不好，效果不佳，迟迟不敢行动，想竞选部门经理，满脑子都是怕淘汰，怕同事笑话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想太多，做太少，不是内耗就是烦恼。很多时候令你止步不前的，不是没准备好，而是你的过度忧心。与其千忧万虑，不如以行动来自救。想做的，现在就去做，让自己行动起来，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古希腊哲学家埃皮克提图说，人的烦恼并非来源于实际问题，而是来源于看问题的方式。所有的内耗都是源于对自己以及环境的负面解读。转变思维，接纳自己，永远不要陷入习惯性内耗。当你以积极的眼光看世界，自然能治愈内耗，收获美好与安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，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